看这一组，他说过平行四边形的两对角线的交点，好，做互相垂直的那两直线，我就说我现在哈，这一条直线啊，跟这一条直线哦，垂直的，这是垂直的。好，那么所连接其余各边的交点，哦，各边交点是这些点，然后连接起来。那么这个图形是什么图形啊？是菱形啊。为什么是菱形呢？首先，菱形的那两对角线哦，它互相垂直，而且平分。那互相垂直是已知的，那我们现在只要证明平分就可以。证明平分就是说证明什么呢？这个叫做 A B C D E F 呢 G H 好了。我现在证明呢 O E 哈等于 O G 啊，啊还有呢这个 O F 哈等于 O H 啊。哦，如果能够证到这个的话，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什么呢？这个菱形，因为菱形它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说两对角线互相垂直而且平分。好，首先 OE 跟 OG 为什么一样，我们看这两个三角形，看这个三角形 OEA 它，跟三角形多少呢？ OGC 啊，三角形 OGC 这两个三角形的话呢会全等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角跟这个角一样的，哦，这个是内错角，这个角跟这个角一样，对顶角，这两个边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平行四边形两对角线哈，互相平分的，所以这个边等于这个边，所以这两个三角形就全等了。什么性质呢 ？ASA 啊。好，那既然全等的话，所以我就晓得 OE 会等于 OG， 那就说得证了。啊，同理可证哈，这两个也会相等。所以我就晓得这是一个菱形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A 啊，是菱形。